你看你提问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啊，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再一次郑重跟社会大众报告，我赖清德没有私生子，我的私生活也绝对经得起检验。那对谢龙介或是邱毅，为了选举到最后竟然编故事抹黑扭曲来攻击我，我都已经提告，绝对不宽待。那另外呢，我也要求邱毅跟谢龙介，你们竟然敢开记者会，他说的绘声绘影的，你就把那个所谓的孩子带出来，我马上跟他做 DNA 验证，现在科学已经很进步了啊，你就把他带出来吧，我马上任何时候我都愿意马上跟他做 DNA 来做验证。那如果了啊，你们讲的是对，我还可以提供你们百万奖金啊，这么样的诱惑给你们。那如果你们不敢的话就闭嘴啊，我也希望我们国人能够看清楚，选举到最后国民党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只剩下抹黑造谣攻击而已，这种政党应该要被唾弃。昨天呢，我从屏东出发到高雄到台南，少了三个城市，非常感谢许许多多民众热情的支持。那有些是从理发店、美容院冲出来，那也有从餐厅冲出来的，然后还有不分男女老幼，也有送许许多东西给我加油打气的，我都非常非常感激。那今天早上在嘉义县市，同样民众也很热情支持，我相信今天在云林也很厉害。那我非常希望能够不仅仅得到南部民众的支持，也能够得到中部、北部民众的支持，从南部一路挺进到中部，我们共同完成最后的努力。那我们这一次出来了，所有的回来的工作都尊重国安局的安排。不管是执政或在野，国安局都非常重视，那我们一切都尊重。那说今天早上开设民主记者会，那不少万民的评价，您的超大事是表现很明显。那有提到说，碰到马英九那时候在当总统的时候，事实上呢是非常大的举动，认为说万民认为说你是其他两届最大的对手，所以是在国家的地位上。那他说赵少康说，如果民当主的话，有等到上任呢，是外交、两岸经济就我跟美籍的确是三组候选人当中最稳健的一组。如果我们能够顺利高到当选，也是最能够稳健推动国家继续进步的候选人。因为我们不管是内政、外交，都受过很完整的训练，我们对这块土地有深厚的了解，对国家也有强烈的使命。那外媒的观察也非常正确，就是我们这一组国家定位有更强的两组观察。我们是希望能够带领国家走进世界，迎向未来，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走。那其他两位是想走回过去，走进中国的老路，这的确是阶段。那至于赵少康的言论呢，大家都没有改变万年，夸大的说辞，甚至于贴标签，这个不值得一驳了。我相信社会大众都看得很仔细。台风里面这个在路上影片爆红，或中共官媒新华社竟然拿去抄袭，来把在路上目标的来宣扬国家习近平。非常感谢全国民众的支持，这支影片已经超过千万人次的观看。那我们也很感谢整个团队用创意去阐释民主的精神，带动民主民众支持的浪潮。那我们当然很意外啊，中国新华社在宣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面是模仿的一个作品，其实他们应该要看到。这是影片最重要的是民主传承的精神。那如果中国未来能够受到这次影片的影响，能够迈向民主，我相信
这才问题的国际社会的期待。在哪个政治工作上面，我都跟一届合作，开拓一届服务的空间，让一届可以追逐梦想，也可以提升民众医疗的权益。我当然知道一届目前面临许多问题，那我是最有诚意，也最了解一届，最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候选人。那未来我当选之后，我一定会接着一届还有社会各界。共同来召开一个医疗以及健保永续发展的会议，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，不仅仅让健保可以永续，医界有更好发展的空间，同时呢，也能够进一步的照顾民众，创造三赢。现行仍然有死刑制度，三个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提出废死的政见。我是不知道侯友宜为什么一直在炒作这个。我当选总统，我会根据宪法和现行法规定的政策，我希望持续到最后，应该要持续来谈论国家的重大政策。像我今天早上跟我一起在举行国际记者会，宣扬台湾的民主，然后希望国民党的执政者也应该要回到选举的正常的轨道上面。因为我是在民间公开说明，那目前检调单位正在处理调查，我们就尊重调查结果。您会是我们开放最后提醒后的宣言。我想请教一下，国民党部分区候选人谢龙介以胜于柳智深，那现在好像又有境外讯息，卫生会也说这个师生子25岁，还说会飙车，甚至还提到名字，他国人很关心这事情的真伪。我看你提问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笑，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再一次郑重跟社会大众报告，我赖清德没有私生子，我的私生活也绝对经得起检验。那对谢龙介或是邱毅，
为了选举，到最后竟然编故事，抹黑扭曲来攻击我，我都已经提告，绝对不宽待。那另外呢，我也要求邱毅跟谢老师，你们竟然敢开记者会，他说的绘声绘影的，你就把那个所谓的孩子带出来，我马上跟他做 DNA 验证，现在科学已经很进步了，你就把他带出来吧，我马上任何时候我都愿意马上跟他做 DNA 来做验证。那如果啊，你们讲的是对的，我还可以提供你们百万奖金，这么样的诱惑给你们。那如果你们不敢的话，就闭嘴。我也希望我们所有能够看清楚，选举到最后，国民党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只剩下抹黑、造谣、攻击而已。这种政党应该要被唾弃。谢谢我们今天联访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所有媒体朋友，拜拜。